你说点事啊，开个会儿，开会会儿。你看，本人主要是在上这个现在这直播台那个电器里啊，到家电里啊。然后后来在底下说，提个建议，让俺儿子也去。然后，不能这样啊！你一说，我心你里都害怕。这不行，你没有自信人那点，这一活都得我干，我行，我能，这都干的。别人能干，咱能干。他们能行，咱都能行。咱不行，咱阻断了。不行，我想咱经过努力，咱就是，咱可能笨一点不行，咱经过努力的话，也会我能力有限。都得效率，谁是小人之志，都是小人之志，知道呗？不行，你自己没有信心，这咱俩，这你咱人都支持你自己。那支持也举个手来。那是指我们俩的，别提了。俩人了。都只是也只是我心里也紧张，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，不要慌，不要骂，就是在家庭主妇在使用咱自己价值是呗？对，俺多说几句话对对呗，是呗？就真对的说，你看你这有文化，哎呀，给咱都，俺还不知道这是啥意思，弟弟。没有那是说你说这个太对了，但是开句这个会儿就是碰见俺，俺不知道是啥意思，啥意思呀，弟弟？提升自己价值，不要光在家受我这个黑呀、啊，就受我锅头。啊，理解他们，终于你大这边，就提升一下价值，然后给家庭也创造一个价值。对，不能一味的就是靠一个人去，就是你得把老靠很多，其实都是家庭主妇，都是靠老公一个人在外边打拼养活一家。其实咱黑人看黑人也大出来，你带来一个手来，这个手来可以创造一下这个价值。他可以创造一下自己的价值。那全家都支持你，对，孩子上来，孩子在当这个家庭主妇啊，是不是？就是，那天昨天那个给人家去面房打好几个电话，是啊，哦，可不哩，那不是人家不愿意，恭喜你答对了，那打好几个，一说好几个，俺都讲我呀，真的不是不愿意叫咱去，人家没有说说一定得去，人家的建议是。先用一个那个啥，再叫卧铺，然后然后再把都打。我不行，那干嘛说？我说不行，我说这次的话，第一个让他先过。多好机会让给你。就是，你看俺连老脸充了，对，就是。我这来接。勇敢抬头的。应该跟我跟你一块去。我也跟你一块去，我也跟你一块去的。我都不去了，我在家。你家在家长家庭后头。对。你在家都是上班。我在家里吧，都是家里在底下是外面，咱就在家。你大爷去了，我心里还有点底。对，必须要去那个是支持你锻炼锻炼自己。一有砖头，我这心里都舒服。那啥呀？那这么多人累，就是。哎，你就得扛得了，就是这不怕。行，我你给我靠哪去的？对，自己的有点底气，光想着自己不沾，自己不沾，结果人家都知道，我也弄不到。你到底说我沾我行，我练头，心里默念不紧张，不紧张。现在是不是有信心了？就我心里就是还是不是说信心满满，就是不知道粉丝朋友们呗。认可不认可我，支持不支持我？支持你的，自然支持。我要支持你，永远支持，永远支持你。对，人家不支持你，不支持，永远你做啥，他不支持。对，是不是？是是，这句话太对了。不用去考虑这些，但是支持你的人还是很多的，嗯，是吧？就这么定了吧，爹。就什么定了？就你去吧，是呗？就是，那很多宝妈就是为了孩子，为了家庭放弃自己的事业，是呗？然后孩子长大离开手了，再就是创造咱自己价值。对，好不容易再兄弟把这个机会给你争过来了，是呗？你再放弃了多可惜，不是？是吧？再弟说摘，再兄弟说摘，理应去吧，我点摸了。肯定能行。肯定能行。再弟一个人给我鼓励打气的，都给我鼓励打气。去吧。就这么定了吧，行吧？行，好，咱30号，30号咱开始播，嗯，啊。